我们这一次要上的课就是，首先就是先介绍哦，后面板子又出现了，大家又期待的哦，摆摊是什么时候呢？大家看好，拿近一点给大家看，哦，看到了哈、哦，就是说现在这礼拜哦，在高雄凤山国泰花市会有一个小展览哦。啊，然后就是说我摆的摊位是几号？我也忘记了哦，我是34哦，34在哪里？34在这边哦，有没有看到？33、34哦，就是说刚进来没多久，这边这转角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一边好、哦、好，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那边找我，哎，接下来就是重点哦，再来。第二个哦，就是这礼拜摆完之后，下礼拜还有一场，在哪里？在台中，台中微笑哦，地址就自己看一下，在台中哦，我们也会去那边摆摊哦，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哦，几月几号大家自己看哦，日期在这边哦，都在这边，网络上面都找得到讯号哦，大家都可以再去摊位支持我，多买一点哦，这样子我就有。Coco 继续拍影片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好，回归一个重点来。好，首先再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摆摊的重点。我们也有一颗这个，我们这一次要卖一些，我从来都没卖过的，嘿，彩叶麒麟，嘿，这些麒麟哦，很像叶子状，然后它大起来其实就很可爱。你就是说，就是看它的叶子的叶纹，好，它的纹路有白脉这样子，有很多种，然后。这种彩叶麒麟还有锦的那种彩色的哦，现在老板还买不起，所以现在就只能卖一些普通的彩叶麒麟，让大家去购买。哎，到时摊位这些会有一些彩叶麒麟给大家购买，还有一些特殊品。好、哦，我们会带哪一些展览的植物？好、哦，到时摊位上、哦、你们就看得到。啊，不然我就是说等一下刷一个萤幕给你们看。哦、啊，然后我们带的其实说现在拍摄的是一小部分，哦，快速带过去一下，好，结束，不让你们看了，到时摊位上再看，下去回答大家所常问的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继上一次的课程，哦，要去做一个衍生，哦，有客人在询问的事情，就是说，我先把盆子拿出来，好、哦，这个盆子拿出来，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的不陌生。那、啊、我们要介绍什么呢？你看，我现在马上就放大给你们看。大家问完介质完之后，对不对？里面的分类哦，里面有什么材料哦，我们已经解析过了，给大家已经知道了。但是说，大家马上就会问一个衍生问题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会有分层？为什么多肉？为什么不要直接就介质倒一倒，随便弄一弄哦就能火？这个是正确的，哎，我无法否认。随便种。随便土到一道，其实都能种100%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分层的动作出现呢？就是说，大家有时候就是在以前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可能就是说，有时候大家的介质参差不齐，哦，有些大，有些小，哦，啊，所以有些人的介质一倒下去，他马上就会把这一个最底下好翻过来，你看啊、哦，最底下这一些洞，他可能介质倒下去之后，他刚好就塞住了。把它塞住了之后，那你是不是一直浇水，浇到后面这边，你水漏的速度也很慢，而且就是说你的通风感也不好，所以为什么后面又衍生出有一些什么透气盆、哦、万用盆，然后他们的洞越挖越大，越来越透气的衍生出现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来回答大家，就是说我们这些分层它的用意。到底是什么？但是每一个店家他们的分层也其实都不一样，而、啊、我只是讲我们自己店里哦，我们的分层是如何需要去分的。好，我们第一层其实说大部分我们都是用这个哦，你们看到发泡炼石，发泡炼石做一个铺底，好，我们就是会把这个，你看到那个洞，你看到后方这一个洞，你看后方这一个洞已经被我们用发泡炼石这种大颗粒下去堵住。哦，塞住，但是说并不是塞住，我们就是把它放在最底层，让它接下来就是说中间的介质层下去的时候，比较不会去塞住。哦，因为最底下有一层泡泡链子可以帮我们阻挡起来，这样子。好，啊，接下来就是说下一层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介质层哦，就是我们在种多肉的土，好，我们就会把它铺下去。 好，这个就是多肉的介质，然后我们就会铺，差不多在8分满、9分满都有可能，就看你要种怎样的植株。好，啊，然后我们用我们一般无根进来的产品这样子下去种植的方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铺完这一个介质层之后，好，有些人的介质层是石头，我们这是石头多的；有些人介质层密密麻麻，好像都是培养土。 而有些人介质层都是细颗粒，有些人介质层全部都是粗颗粒，哎，对。而我们店家就是统一用中等介质下去使用，很多种介质，所以我无法一一去讲解该用怎样的介质最好。我只说我们家用怎样的介质，我就是用怎样的介质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样子介质的话，我已经觉得它的疏水哦，它的漏水速度都蛮快的，并不会去塞住，也不会就是说，含了太多水等等之类的。好，啊，我就是用这样的介质层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会下一层，我们上面接下来就会铺进口的培养土，好，我们就会铺一层在上方，铺在上方。好，啊，我们铺在上方完之后，我们其实这个的话要种什么？ 就是种无根的桑林，来，你看这只可爱的摇芽兔颈哦，大家都会说摇芽兔颈，我怎么看不到颈？有，你看哦，哦，它的颈叶脉在中心，哦，淡淡的在里面，哦。OK， 你看到这只的时候之后会拿出来卖，哦，等我种好发根完之后 ，OK， 我们种下去之后，我就是把它种下去，接下来赤玉土这样子，赤玉铺面。 我就铺一个薄薄的一个面下去即可，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好，那、啊、接下来就是说种好之后，其实就可以去浇水。好，然后我们为什么要用赤玉铺面呢？因为我们赤玉铺面的话，重点在于就是说我先前课程都有讲过，就是避免它的培养土氧化掉、干化掉，哎，这样子。 所以我们都会用一个赤玉铺面，或者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铺面的介质叫矽石，我们就用矽石都可以。但我们现在习惯用赤玉做一个铺面，好比较方便，让大家去知道。所以我们这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哦，大家都在问多肉的介质的分层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哦，我们就是讲解给大家听，大家就是这样子下去用，好就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分层的一个。 小小的动作，这样子。Shade, I see the sparks you throw.